不太好打呀。别让他斩怒啊！呀，错空了。哎呦，我操！这鳄鱼，等会儿啊，今天手感不太好，我发现，并且这是不是 bug 呀？这亚索的 Q 啊！中风，没中风。哎呀，这鳄鱼是真难打呀，我发现了。选什么不好，选个鳄鱼是挺烦人呐，这是挺烦人呐，我直接回家了。谢尔霸呀。你以为我会回家，其实不然，其实我根本没回家。我们的摄像头的位置稍微有点偏差啊。这波直接不去支援，让队友去打架，把线推了。血钻，等一下摄像头再移啊，别着急。等我把这个馄饨给它吃完，一 Q 二连。戳一刀走，中风，确实猛啊，这老鳄鱼。这也没法打呀，跟着鳄鱼对线啊。这亚索咋跟着鳄鱼打呀，这不欺负人的吗？ Nice 兄弟们，往我这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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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剑豪这里走。OK。
拿下这个人头，回上路。操你个猴子！算了，慢慢跟他玩吧。那既然你这么猛，这么嚣张的话，兄弟，那咱也没办法了，那只能把你击杀了，兄弟。如果你这么狂，那对不起了。你要干嘛？就这水平啊？就这水平啊？叉子咱就不出了，先来个皮孩啊，牙锁皮孩是很重要的。他大一郎，他没有闪。虽然鳄鱼这英雄不费蓝啊，但是这个英雄也不是说就随便放着技能，你知道吧？随便放也是不行的。别以为这英雄不费蓝就烂放，那不行的，每个英雄都得靠自己的技能。中风，拜拜，溜了。哎，瞎的有红，走看看他红去啊。没有，把他针眼给他拔了。哎呦，还挺细节，还往这里插针眼，再给他拔了。救！扣闪，这波能打过不？哎呀，一个都没。行，就杀这瞎子先。来，把这打了。一个都没打住，你要秒蓝枪啊？你做梦呢吧，兄弟？啊，你是不是做梦呢？这必须得电刀啊！这亚索不出电刀，我跟你说，就玩不出那种飘逸的感觉，必须得来个电刀。下路已经通关了。
我戳，我再戳，我戳，我再戳，我中风了，戳，戳。来，老讷鱼，我戳，我再戳，后边怎么回事呢？远古巫灵，这巫灵怎么回事？先把针眼排了。哎，中风搁这挂机，那能行吗？走上未来，就你这拉扯还跟我拉，兄弟，你给我扯淡呢吗？玩都玩死你，小伙子！你没见过这鳄鱼放个红怒翼。鳄鱼为什么要放红怒翼呀？我跟你说，这鳄鱼所有的技能只有一技能是不用红怒的。要那点穿甲吗？死了，根本也不给操作空间呀！这刚才大个就好了，反应慢了，不应该让他踢到我的。其实，鳄鱼可以红怒 W， 可以红怒 Q， 最不能红怒 E。我跟你说啊，就千万别红怒 E， 红怒 E 是最没用的。这也不行，这应该永不石化呀。实在没办法了，再红怒翼这倒行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应该要死了？我感觉啊，还在这打野，谁给你的勇气呢？啊，这谁允许你在这里打野的呢？你说你像个犊子似的。哎呦，我太装备了，这鳄鱼。我瞅着这鳄鱼我就来气，我就没见过这么装的人。跑过来还打野来了，那是你能打的东西吗？这不无敌了吗？
永不石化，李相克。我跟你说，那飞科之所以能永不石化，你知道因为什么吗？因为放大的那个蛇女儿她忍不住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就一直不放大，我憋死她，我就让她一直来回走位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她就死，我让你在那走位，这就是傻子克高手。我们就不放大，我们没有大，你爱实话不实话，你就回头吧。回家出吧，无尽。不放大能打得过？你别管打不打得过，咱最起码不能给他这个称号，你知道吗？那能变成别人的背景板吗？我就不放，打不过我也不放，我不让你，你爱实话不实话。我就没大，不学。那你下一把玩蛇女？不，那蛇女那玩意儿玩不了。那种法师啊不太适合我，我比较适合战士这队。哎，这蛤蟆怎么遇不着呢？我遇了好几回了，真的每回只能放着扣，不能放着遇。没贴墙吗？这蛇女儿怎么的呢？我们就在这晃啊。我不上，我不上，我上去我就上当了，我不上。我肯定不上，你就看着我吧，我不上。中风老鳄鱼，我错，面对疾风吧，我打死这鳄鱼。好，鳄鱼把它拿下。别老成天搁那欺负白银小朋友，又这又那的。那英雄联盟要是没有白银，我上哪欺负白银的呢？那不还是你菜吗？